如果不是为了瘦，应该没人喜欢吃鸡胸肉吧？但是这款鸡胸肉是真的很好吃，它是开胃即食的专门男生，而且采用整块的鸡胸肉，吃起来一点都不腥，一点也不柴。它不仅无油，而且猪肌高蛋白真的好瘦。我想给在座的各位都尽量帮你们吃不了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